我们资源是有限的，不是想用多少就用多少。过去是资源保障型，现在我们要转变到资源约束型，啊，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更大的、更大规模的发展。 适当增加今年土地计划指标，支持“十四五”规划确立的重大项目工程，支持城市群和都市圈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，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和民生项目用海，推进用地审批权放管服改革，使省级政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。